如果有地下室是不错，但是哎，啊闪漂亮，可以赢了。上面一个一个，哎漂亮，哎这边的话，机油手倒了，机油手被二弟给抬了，抓机球手，抓机球手可以，我觉得他只要就是只要是能够消耗都可以的，比如说击球手的这个球对吧，我见一颗踩一颗，我觉得是不好抓的，他能把击球能把他追裂打顿，不好抓，不好抓吗？对，我觉得就他不是为了抓而抓，而是为了踩球而抓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就我把你的三颗球耗尽，我要的就是因为我对于阿星的理解啊，就是阿星的厂长强在什么，强在他的韧性还有他的那个耐心。有了妈，哎呀可惜了，可惜了，这一波难受，难受住了，这波最大的机会，对，这一刀打中了他，后面就是丢娃拉近距离，甚至有可能闪现都不需要交，对对，射一下可能，哎换抓，换抓古董也行吧，这里但是怎么说呢，击球手那边哎闪现开一刀，就是没耗到什么东西，丢娃拦截，应该哎击球手这边想来策应，丢个娃落地，好不好，不好秒，不好秒的，这个古董他能把这个木炭也 打走的，他要那他得一棍打两人，哎哎我这还真是如你所说，哎，他这边故意吃板子吗？应该是吃带了个木炭出来，对，包括这方还有机会的，再打一棍，整个前期应该是要到三台半了，这边机油手来掩护，他是不是有地下室啊？好像没看清楚。今天我们是真正的复仇战，因为求生者呢吵着嚷着要复仇你，然后呢其实阿星也要复仇，阿星上周是在他们手里面好像没赢啊，躲，要不要打一刀机油手啊，放黑炭打一刀，哇这机子如果有地下室能挂地下室的话，这局还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如果有地下室是不错，但是哎可以，没有地下室，他这边有遗产机，其实也还可以。一个次元斩没打到东西，已经到二阶了。我说实话，我觉得这个局面真还行，因为击球手是没有修机子的。好像有地下室，有地下室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有起爆发还想打，我觉得他挂地下室是觉得求胜直涛这时候是没有搏命的。对对。这个地下室你们出不了，然后呢人员上面来讲，外面三台机，外面三个人，好像确实机子如果要来救机子不太够，你只要救，主要是救他，哎落地刀打到了，完了，哎有机会了，赢 了, 有机会了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，你信不信周廷哥，我觉得这把阿星赢了，我信了，我信了，因为这边是这个机子也修不了，对对对，这边是遗产机，对，机子修不了，人也救不了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上边丢个娃或者放个木炭干扰他机子，小说家来了，小说家来不一定有用啊，核心是他们的机子不够，阿星手里有闪现，这边打一刀，妈打一刀，那边救人就救人，我救人，我换完以后有闪现，换完以后有闪现啊，闪啊闪，漂亮，可以赢了，可以，还有二手节奏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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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律师还倒在上面的，我怎么这么紧张啊，这把为什么看到好紧张啊，只要挂上感觉就有，对，他可以再挂地下室，我觉得这波应该不会挂，这波要守着这台遗产，守着地下室，是挂地下室，小肉家就可能把这台机抢压好，但是挂地下室他们这个人很难救，机油手半血没有大心脏，他可以直接开，直接开就可能会跑一个啊、哦，也是有道理。他这样只要守着，让他修不完，应该就死瓜了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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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丢个娃过去，这里换人被偷下来了，怎么这么快？对，因为那个击球手有那个救人的那个 buff， 移速 buff。他这边是要追这个没有大心脏的人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刚才其实还是挂地下室会稳一点，因为那个地下室穷者很难打，他就是我可以在地下室下面放一个娃，然后人站在就是楼梯这边，两边其实都能兼顾得到，我感觉。现在的话击倒二挂律师，这波律师为啥敢出来修机？对呀、啊，我也没想通啊，放个黑炭，那就往下走吧，还想打。知道你没爆发，这个时间算得很清楚啊。那边还在拆瓦。对。这击球手马上。这不对呀。这里击球手是没有大心脏的。球踩掉，好。还是守吧，守时。对，守着是比较稳的。就穷者现在的话，他们真的能够把密码机压好，其实三人开门战，我觉得阿星也多抓了。换宝、哎、可以，机子还差一点，十秒钟以后，十五秒以后有闪现，点个娃也马上好了。对，落地刀有了吗？落地刀差一点点，打一刀好了。现在三人残血，穷者在外面补状态是比较正确的。他们这波强打的话，很容易把自己一波直接打没了。补状态不急，他电梯旁边有娃，打修。对，这边捡娃，慢慢的来。甚至我感觉穷者如果真的想要来尝试去打宝瓶，他们得外面重新再起一台机子。哎呦，这边好像看到了，有闪现，这是个挂飞点，换回去找这边机油手，机油手只有空爆发没有球，好撞的，那边再补撞的，好，他这边应该是再把那个红娃换回来吧，再等吗？再等娃的 CD， 换一个回来，好，人在往外顶，闪现还没有交掉的，再倒一个应该差不多结束了，阿星的一个残局。还是很稳的，他具有耐心。对，就有些四人开门战，说实话，我的有的时候在观战他的时候，那种四人开门战，我说都说累了，我感觉他还没打累的那种感觉，就我嘴巴都说累了，他在那边打，感觉还能打的。老头房啊，就是。心态都是对，那也不是，有的可能就可能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，你看他很调皮啊，哎呀，这波夸奖我感觉他得给我打钱了，要不然不说了。吃一个插刀，结果他只要插这个刀，他就敢点娃。对，不是，他们有两个人在上面，一个，哎呦，漂亮，可以，一个拆，一个修。磨死了，他这边的话，放个娃，对，再攒个娃，对，其实讲道理呢，他过去把这个律师给挂了，也挺稳的。对，因为这个挂飞了，哎，木炭下来，啊，密码机点亮了，两个人都没有大心脏。除了律师都没到。对，哎，这边的话，机油手倒了，机油手被二弟给抬了。二弟上桌吃饭了。二弟上桌，哎，这把的话，二弟还是发挥的蛮，你也不能说卓越吧，但是确实值得上桌吃饭了。关键刀拿到了。对。这不会挂吧？那、啊、肯定不会挂呀，地窖就在这儿。飞轮交掉的啊，一刀好，漂亮，可以啊，行，复仇成功了。